一袋。嗯。一袋还多一袋一袋。他欧过来。那黄金铁，哎哥。白银的呢？哎、全个薄的那毛衣在外面的。爷爷啊，爷爷、啊，这是你这样子跟爷爷打招呼的、啊。爷爷在等你嘞。爷爷在等月月嘞，等一下啊，等一下啊。哦，好好好，爷爷爷爷爷爷等你，等你等你啊。长相这个美，想要登榜哟。哟，穿个美美衣哟啊，穿个美美衣哟。长得来，好漂亮啊啊，漂亮漂亮的啊。嗯，漂亮漂亮的啊、哦！嗯，漂亮漂亮啊！漂亮漂亮啊！嗯，哎，扣扣在哪里去了？扣扣嘞！扣扣嘞！扣扣嘞！好了，好漂亮，就妈买这个美美，好漂亮。穿的刚刚好合适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珍。今天是农历九月九，重阳节，也俗称老人节。在这里祝福所有朋友以及身边的亲朋好友，年轻人老年人们身体健康，健康长寿，幸福久久。今天是九月九，我们这里村里面在聚餐，就是打平伙嘛。老爸悄悄地跟我们把那个聚餐费都交好了，我们进去跟着老人一起吃个饭。然后爷爷他现在去不了了，我们已经跟他弄好饭给他吃饭了。我们现在我们就去村里面打伙了，走了，跟爷爷去了，跟爷爷去村村去了啊。哎，月月好兴奋哦，月月在这里等不及了。嗯嗯，走。一去村里很好高兴的。带着外公一起去参加这边侗族不一样的九月九。天气好好哦，今天。到啦！好可爱呀，好可爱！可那边捏得啊，那边嘛，那边凉快点。哪里在唱歌哎？听音乐听得好入神啊，爷爷。要不要？啊？想要呀，我们干嘛？想要。这里就是厨房了。好多菜哟，辛苦了。哇，好姑娘哦，好漂亮哦。走。
好不好吃啊，宝贝？我们忘了带他的勺子来了。哎呦，咬筷子了，哎呦，咬筷子了。我们也来吃大锅饭了啊。对呀、啊，吃大锅饭，快快长大哦，是吧？嗯。好香哦，真香哦，真香。好不好吃啊？好吃，香香的啊、哦！这个大锅饭、大锅菜香香的，可以。好好吃，好香哦！啊、哦，嗯，来，我们又换了这边来炸啊！来来来，我们又换这边。嗯，不要拿手。两个手人就拿了。好热闹哦！好热闹哦！老人有老人的活动。